大家好，我是东宝啊。今天我们去姑姑家过小年啊，那是我们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小年啊。那不是我们这边所有少数民族都过这个小年啊，一般是偏山顶这一块啊，偏那些下面山谷、河边、西边啊、那个湖边那些啊，一般都不过，一般是山顶这一块少数民族啊过这个小年啊。今天啊，把丈母娘也叫上了哈、啊，让她体验一下啊，我们这个过节啊。今天姑姑家，哎呀，宰一头猪啊，热闹啊，把丈母娘他们都叫上了啊，热闹一些啊，有味一些啊。到姑姑家啊，嗯，慢点好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这个不过嘛，不过，慢点，喊我，小朋友，嗯，过年了啊，把他们扫出去了，啊，扫出去了，扫花去了，嗯，扫走了。需要的。杀猪前啊，先来姑姑家那个弟弟摘两个西瓜吃一下，看看他家今年西瓜多大啊？啊，明欧西瓜大的，五斤吧，最多五斤吧。那个两三斤，那个两三斤。那个西瓜是偏小啊，但是这个是牛奶西瓜，这个就六七斤啊，这个还可以啊。这个应该有六七八斤啊，样子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。再给试一下啊，又的西瓜是小果，看小果，这个可以吃的。你小的可以吃的。嗯。哪个吃这么贼嘛？咱们牛的西瓜，原本牛奶西瓜。这卖家的样子吃的那家是牛奶西瓜小果。这个可以的，你等着月么多的。看了看了。看的。这个可以吃。可以吃的。吃熟了吗？嗯，这牛奶西瓜可以够了。挂了，够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够了。哇，兄弟们，俺们就不是得的。帮伯伯拔。嗯，乖。要得劲的。人家我有了嘛，这次俺们都可是要得。我想萝卜大的。萝卜大的，那大不了西瓜上萝卜大的。牛，干牛大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是牛奶西瓜，这个是。这个。嗯。小就好吃，这个。这个小就好吃是吧？啊，对。要这个小是吧？啊。嗯。那个大鱼，那个稍大一点点，大一两斤，那个，嗯，这个也就七八斤吧。嗯。咦，上一些，咦，这西瓜来了。大这西瓜也不大哦。有什么大的？最大的。大了往上看。这还是最大的啊！我家老大的老大。圆西瓜，大西瓜，牛奶瓜。小。这西瓜应该不是生的。小的听声音也可以。嗯。咚咚咚。嗯，这姑姑家西瓜啊，看，咦，如花哦，咋开的哦，红的，啊，没红透啊，这个可以了，那个是我们家的啊，我们家的红的，这个我们这个才有这个吃起来，你打到这西瓜好吃些，不脆，他们俩晒太阳大晒里面，看起来脆些哦，嗯，有点脆些，都是你的不要，啊，好吃没吧？是真的好吃，又脆又甜，嗯嗯嗯，阿姨，快快吃西瓜了。嗯，大家喜欢如花哦。如花。我们也是折头来，我们也不折到牛背来。我们也拿出去了，好脆。嗯。你买西瓜吗？这个乖。虽然没红透，但是好甜。嗯，好如花。可以。好，好，准备杀猪了啊！哎呦，累不累？我累了，你不干活，你干活不错。起不到十，但是。看看这个猪啊，一点肥肉都没有，因为它，比较弱小，吃不到食啊。这个就是，嗯，跟喝的跟那个野猪肉差不多的，啊，人全是筋肉，那一点肥肉没有。这个脊上啊，就是脖子这一块，才这么点膘，这里已经没膘了，这里变皮子了。肉好吃，今天啊，就搞这个杀猪菜啊，看，全是筋肉，一点肥肉没有。牛肉就吃这个乌鸡，啊，正宗的乌鸡。加了一斤。嗯。加一斤。啊。走。啊。走。啊。走。啊，对。啊。头的。啊。头的。你想卖，再卖快卖。哦，我是卖的。
看看故障怎么样。倒油炒鸡是吧？有没？可以。对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了，发也不用发，我这边有，切一下的肉啊，搞杀猪菜，把杀猪菜也搞点内脏，好吃些。哎，那小肠，哎，特别小肠，还有一个肥肠，肚肚。人多他轻放，切下内脏，这是猪肚。菊花真不错了。切一下猪肠子啊。切完了啊。干嘛去？多多多多，好好，差不多要加。好久了，这多的。当大猪下猪。香鱼，嗯，好，好好，聊了。辣椒快搁这儿，辣椒搁这儿。嗯哼。啊，是，稍微水分不肥了，有。八分熟啊，熟了，好办啊。你吃盐没有？啊，没。我牙齿痛，我吃不到盐。他说你专业户真的呀？你也不好说啊。你家里人有的。走，看一眼来。咦，你要当摄影师，要当厨师，再坚持。对呀。高野欢，过年。过年等上秘书。我鲁元是吧？过年。你。我师傅供货。啊，你多吃多了，你不够，包括回家的吃。好好，先装了。我觉得都够了，嗯，完美的，很多，那也可以。鸡肉，鱼踩到一边。吃饭吗？吃饭吗？吃饭哈。他坐那儿，要吃妈妈啦。我叫个人，叫个人。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好好吃饭。好了，米，你打开门，这儿不搬过来了。给他点外卖。我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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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过半年，过小年，像姑姑家他们这儿过完今天六月十八，他就不过那个南北方小年了，直接过大年啊，过下半年啊，他们只有这个小年。阿姨，你去吗？小朋友，快吃吧。嗯，吃啊，吃的吧。半顿啊，我弄半顿去了。坐这边。啊，你娘要什么菜？你娘要什么菜？没完了，这有人忙半的嘛？要什么菜？快点。阿姨，你家里吃啥？吃菜。难怪我儿觉得这是过小年了，兄弟啊。我看我们家这来上班，就是也简单，你炒什么菜？啥叫简单？都快吃分几块，都快吃的啊！啥叫简单？快吃分几块？刚几分儿啥也是。干嘛？妈，你是想给他杀猪菜？好吃吗？真好好吃嘛！这杀的猪好好吃，新鲜猪啊！啊，你们吃不来。好菜你们吃不来。咦，你还会搞筷子？我早吃猪。好啦，我啊，给它搞一点。要的就吃了，操，我倒是嘎嘎。来来来，打。
我要把那个热死了。我要把那个热死了。你拿手里。嗯。告诉啊！你啊啊啊！来，你两个来，好的嘞。哎，这个烧肉菜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、啊。两个。好吃，加油吃。三弟，为什么在一起了你们？张俊伟，张俊伟，张俊伟，几个车才好起没？好起哦。你要干饭嘛？好起，怎么干了？比你后头上，比你上个车好起没？他们这没来啊？哎，他有手工。好，过完节了啊！我们现在下去啊，去女儿山了啊！过了半年了啊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